那如果遇到这种员工怎么办？他砍一砍就不砍，要不你去扫地吧，要不。你有看到吗？俺哪不晃？我可以支付宝转你。轩轩，你是不是中毒了？真的吗？轩轩，轩轩，他嘴巴有点紫哎。从杭州主城向西，群山葱郁，东条西如一条玉带飘逸在山水之间，这里便是平遥。平遥古称亭氏，自古繁华，也是中华文明之光，良渚文化的核心区，良渚古城遗址所在地。哇，这也太美了吧。风水宝地，妮妮怎么样？你也太会找地方了吧！哎、这里很美，还行吧？美不美？美啊！这个地方非常舒适吧？再坐一会儿，加分加分。那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接下来去哪？我其实最近有点废柴，我哪也不想去。哦。你知道吗？我身为一个乡村挖掘者跟专业的外景主持人，必须到处去走走啊！你不是说都是长这样的吗？都是走很多了，杭州现在很多农村都这样。真的、啊？那走啊！每个农村家里肯定都有这么个小小的。走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走太无聊了，再叫一个人。再叫一个人。Hello， 轩轩，好久不见！你不知道我在余杭工作很久了吗？惊喜了，来为你们准备的茶。那嘉威今天就暂时不需要你了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那我要不回去现在？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不行，你还不能撤，因为我要开车是吧？对对对，待会还有干活的，需要干活的人。原来我的用途就只有这些。哇，那附近有好玩的吗？有啊，今天知道你要来，我特别安排了很多的行程。哇，你看我们家轩轩就是好。嗯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好，那我喝一口，马上走。走，今天跟着我走就知道啦。拜拜。真走啊？那必须。好吧，出发。我们不等他。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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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知《白蛇传》许仙和白娘子一伞定情，但少有人知道那串起千年等一回的伞就是余杭纸伞。寻至平遥老街上的余杭纸伞馆，不仅可以了解余杭纸伞发展历史、制作技艺、产品种类，还能在纸伞制作技艺传承课堂体验纸伞制作。姐姐，你知道批这个的那个老师傅几岁吗？我不知道，几岁？80。80？是我们12岁开始学做这个。你们比八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比八是这样子哎。是我们的水泥传承人哦。我现在区级，然后我现在在跟他一起做这个伞骨。哇。然后你到80岁也是升级。你要做到80岁。80岁就国家级的，我要做到80岁。我还有几个才到最后一道啊？哎，好，你是哎老师，可以穿4个洞再开始拉线是不是？我穿了3个，穿3个洞，那我来。试一下，好，好有，好，拿一张来。对，这里对吗？有妹子看到在这里啊，那这里啊，对，来这里，好了啦，然后再刷，来再刷 pose， 啊，再下一张，下一张小的，这会不会容易破啊？因为下一下就不会破了，还有半还是做这个比较时间长了嘛，所以很少。妮妮，哦，这样难，我现在很忙。换一下吗？换一下这个有点危险。老师，他是不是把你竹子都弄坏了？你劈废了。我跟你说，而且这个绳子还不能打。这个等你拆完的话，基本上是半天起步。这么久？对。那你留在这吃饭吗？不是，都应该你留下来吗？可以啊。那如果遇到这种员工怎么办？他砍一砍就不砍。他可以他都要学3年，他可以做
宣传。要不你去扫地吧，要不？啊，那我给你扫地吧。这边呢？这边也没关系。好，好啊，谢谢姐姐。这个对他来说太稍微，他可能适合这个，或者刮，或者刮轻的。正中间对吗？对，正中间，然后一起提起来敲下去。对，你看声音啊。用力。哎，你看他声音看到没？你看这样对了吗？对，下去，然后要下去吗？慢慢下去，不用敲了，慢慢下去。哎，因为他顺了以后，那我有正中间吗？你看，看到没？后面不用劈。对，不用劈了，就是他劈对的地方以后，郑嘉威，就不用劈了。请客了。哎，你真的有天赋的。然后你再他的一半。哦，在他的一半。对，在他一半。你看你好脏。那这没事，就是你可以看到，你很明显，你刚刚的声音是对的。耶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就是如果按这个来说，你要再这算坏了吗？稍微有点，你看有点稍微歪歪有点斜，但还好，你可以试试。哎，等试一下看。那我这个可以用吗？可以，你再批啊。耶！平遥老街地处杭州余杭区境内，为余杭千年发展轴的轴心，连接良渚文化、运河文化、禅茶文化的中心节点。这里是历史的记忆，也是人间的乡愁。这个老街氛围很好，很漂亮吧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有没有那种民国风的感觉？就像你们吃咸豆浆还是甜豆浆？都会换着喝。我喜欢吃豆花甜的。我也只吃甜的，我咸的受不了。哎，我是第一次到这边才知道有豆腐脑这种东西。哦，豆腐脑我倒是第一次吃。哎，这个是电影院。咸豆浆有吃过？哇，超复古的。哎，是有点，是有点复古。有，它不定期会推出一些就是蛮复古的电影可以看。哎，我刚看到那个糕点是什么糕点啊？感觉很厉害。哦，这是问对了，就是这边的非遗糕点，然后他们那些糕都跟台湾的很像，就是它会有一个模具，然后印出很漂亮的图案在糯米糕上面，哦，有点类似我们的1940年，对，这么久远很久了，它现在已经好几代了，非遗的糕点，嗯，是的，哇，看起来厉害，要进去看看吗？哎，但是我好渴望是早喝的东西，你刚也没干嘛，你哎呀，你砍竹子也砍得不行，你渴什么渴？我要看糕点，问不行啦，去喝东西啦、啊、你又被留下了，那你们去看吧，我在外面等你们啊。啊，我知道这个鞋底饼，我之前在云南吃过叫袜底酥的。哦，那形状很像嘛，有点像我们牛舌饼。对 啊, 对 啊, 饼，对啊，这里面有包东西吗？不晓得耶，来叫嘉威来那个结账。我不想进来，太热了，这里有冷气耶，快点。哎，老板，你们桂花糕今天有吗？没有啊。到了到了，我找的咖啡厅。好热、啊。来一杯，好热哦。快点。来来来来，请进。哇，谢谢。那我关门了。Hello。Hello。我觉得老板应该下来。真的假的？瞎扯吧你。还能吃吗？你问看。你可能是福建人。老师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台湾的。哎，台湾人有没有人？老乡。是的。哦、你们也是台湾人吗？你是？我不是。不是我。我是啦，我是台南的。哦，你是台南，你呢？我是新北。啊，新北。嗯、那你是台湾？我不是。好，我走。好，我走。那你可以走了。哎，我看到那个台湾土凤梨酥。欸、真的，这都是我们吃过的，真的吃过。真假的、啊欸？你也太宅了吧！为什么会加一个土？因为这个凤梨、就是，全部都是台湾的土凤梨。冬瓜，你们到底是专业人士，真的了解的吗？对啊，真的就是冬瓜嘛。那这种里面也会有冬瓜吗？还是就是没有纯？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我们很买来吃吧。哦，对哦，我们还没有吃饭。老板知道这附近有好吃的吗？还没吃中午吧？对啊，对啊。我知道有一家民宿，他们家的那个凤甲蚕特别好吃，真的吗？要不要？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吃。好啊，走。这里自然环境优美，隐身于竹林山海之间，悠悠的林间小路铺着青石板，通向山里人家。独特的林间风味带着浓浓的艺术气息，夜晚明亮的星空像是被冲刷干净的镜子。闪闪烁烁，快到了吗？哦，好喘！哎，熊文老师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带两个老乡过来给你蹭饭吃了。你好，老师好。
想蹭饭啊，没那么容易的。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王家村，对吧？刚才听你说想到我这里来蹭吃蹭喝是吧？是的，上位朋友过来刚好到时间了。这个吃喝都可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，大家什么要求？任务，是我的任务也很简单。大家用心去发现，好，对吧？这里倒是蛮好的，还可以吃吃东西，喝喝小酒。你有看到吗？哎。拍一张，这个，这太小了，这太小了吧？哪里有字写？这个不是这样。哦，那大厅，那大厅乾隆，哇，天安门见到的，这个不是。一会儿有人来，不要跟他说。你不要跟他说。对，好，我们去找别的。谢谢大哥，还好我第一条路选了这里。这里的村民大哥们人都好好哦，噔噔噔，这就是知道答案的学霸的傲娇时刻，哒啦啦，啊，开始挥霍时间。三百年不用攒了，就在这里休息。哇塞，还有船哎！这感觉就很棒哎。哎呀，来这种地方还是要水上船滑滑，找什么三百年啊，他们找到了我就有饭吃了。那这有什么好玩的啊，不晃。啊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先脱鞋吗？我觉得待会有感觉会有悲剧。小咪，你们知道三百年的清朝的古物在哪里吗？会是这个石墩吗？三百年，可不可能？看起来有点像，我先拍照吧。三百年的石墩，估计就是这一个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哇，无边游泳池，待会应该在这里吃饭。为了肚皮，我们再多找找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找到了吗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累死了。好累，我拍了两张照片，划了个船，裤子都湿。我三张。我看到老板了，老板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请问老师，怎么样？肚子是不是饿得咕咕叫了？老板，你骗人的吧？这里根本就没有。啊、对呀、啊，你是骗人的吧？那你们有找到什么东西？你看我手机上拍的是不是？我们。看一看，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好这个证据？这顿饭不好撑。嗯，辛苦，我有拿一颗石头。可以的，我们到时候拿去化验一下，看看这个石头有没有三百年。赶紧把这一波结束，赶紧吃饭去。半夜吃饭是受不了的，直接看到。啊，那这瓦当也不是哦，这命题太难了啦。在这片区域的。哦，看到了，有文字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大清乾隆辛亥年建造，对吧？老师，这不是跟我拍的一样吗？是吗？哦，那刚才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苏老师看错了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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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就是他拍到了？给你加个鸡腿怎么样？好。好嘞，那各位伙伴们，那既然大家都找到了我们证明三百年的这个。东西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兑现承诺，我们好，好，边吃边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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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尝尝那个汤吧？那个、哦，好的，炖了四小时的，然后这个菜也是我们女士优先，自己做的是女士优先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的这些材料会是当地的农民伯伯自己种的吗？蔬菜，会有是吧？会自己种的，所以你是问他们采购的？我们自己也有菜园。啊，有我们当然等一下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参观一下。啊，我们自己也有菜园，种了玉米啊、番薯啊，像这种豆子啊、辣椒啊、西瓜、啊、南瓜、啊。种这些菜的工作人员是当地村民吗？当地村民。啊，
所以你开这个民宿还养活了那些农民伯伯啊，记得还提供了就业机会啊。好的，这叫而且很多游客过来住，这个叫我们也是尽最大的能力啊，帮老百姓这个也不叫这个共富，就叫什么呢？大家能够不出门，不有份工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家里有事嘛，有嘛，那就能够去解决掉，这个就比较好。这个是，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。所以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的一些村民啊，我们都很开心的，因为我们相对来讲，这个文化都比较轻松一点。民宿嘛，讲究的就是这个，要轻松。这里有通过对气象数据的采集，以及通过传感器搜集的植株生长数据、土壤肥力数据等，建模分析出最适合农作物灌溉量、施肥量、营养元素的配比的数字化管控的蓝莓，不仅外观漂亮，每一颗都圆鼓鼓，一口下去脆甜爆浆，轻松实现蓝莓自由。大威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？这里能进去吧？应该。哇，好大的农场，我们来干嘛？啊，来干嘛？我们来干嘛？可以逛一下吗？你们看看。可以逛一下。我们这边是蓝莓采摘园。哦。你们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。是的。那行，我先带你们看看吧，好吧？好。蓝莓采摘的话可以采啊。这样子，我给你弄个比赛吧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跟嘉威一组是吗？我跟季斌姐姐一组。好。我跟最能吃的一组。哎呀，摘蓝莓不是很简单的吗？哎，挑到又大又好的。你会发现，只要是熟的，其实只要一碰，摸一下就掉嘞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上面有大颗的，这么大一颗。小的放这里，大的吃掉。嘉威，你都一直吃。哇，这颗好大。超甜的，赞。哎，但是我有另外一个策略。有什么策略？就是我们不要赢，我们先吃到饱。你这点子好啊。是不是？摘十颗，然后吃八颗。哇，我先来尝这个。哦，那很大哎，那我要吃一个。我们是不是很实际？你这蓝莓的颜色真的很美哎，太好看了。老师，你那边有大的吗？让我们欣赏一下，我们来比看看谁的比较大。你的比较大啊，我的都大小不等，我连小。你尝尝看我这边的。那你吃一个。哦，你的很甜哎。好吃哦，这感觉超市都卖很贵，对不对？这价位，老板，看看我的，你缺员工吗？缺，我要来打工。哇，这个挺大的嘛。你看我的大吗？哇，你的好大，差的很大，差的很大。对，你们的好大。你的好威，你看你的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它之光，一眼看它之光是最好的。对呀，哪个之光最好？这个大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们的冠军就是这位小姐姐啦！哇，今天满载而归。对呀，谢谢老板。但是篮子要留下，对不对？带走。哦，带走。哇，摘蓝莓送篮子。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我们这边以后，你的消费和你的买的东西，我们农场东西能带走都带走。哇，老板他说他空手而归，来送你两个指套，纪念一下。这干嘛的？手指的套，可以套手指头就比较干净。我要套手指头。回家啦，谢谢老板，拜拜。哇，我们终于结束一天劳累了，我真的全身都是汗，废了，我也好累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多一会儿。哎，我真没想到我们可以把天幕搭起来，这也好舒服。还行吧。我今天来到平遥，我觉得让我很惊艳的是那个纸伞馆。我没想到一个非遗的馆可以这么现代化，就真的很漂亮，就让我们都很想待在里面很久。我不觉得有意思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屁不好。还是很有意思的吧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待一天。对啊，我传统印象中可能非遗馆就是真的是展示，对，然后就是比较旧，然后可能把那个什么竹篓啊什么就堆在旁边。但今天真的是很像博物馆，很新潮的感觉，让我觉得蛮惊艳的。那你们呢？今天有什么感觉到印象深刻的事吗？
有吗？我今天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船挺有意思。我是觉得让我蛮惊讶的是，就是像是一般的乡村啊，蛮多年轻人都不会待嘛，就很多就是不是年轻人都到大城市里面去。但我们今天至少遇到了，我觉得两个蛮年轻，就民宿老板啊，就熊大哥，还有蓝莓，采蓝莓的那个很年轻的小哥哥，都愿意在这边，然后做他们的工作了，找到他们热爱，然后又生活在这里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这样想一想，我也觉得今天特别有趣，我也愿意待在村子里面工作。徐老师呢？我对那个农场是特别有感觉，这样子。因为他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方式，这个方式的话，我觉得年轻人他会接受度更高，然后也更容易把他的所学啊，然后数位化的方式，然后他会更容易去接触这一块，然后更容易回到比如说他自己的故乡，对，来发展，这样子我觉得蛮好。但是反正总体来说，其实我就觉得我们这边的乡村还是很厉害，很了不起的。是啊，也希望徐老师在这里发展的越来越好。谢谢，我们要抢你的店，欢迎欢迎，随时来喝咖啡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敬一下，对啊，非常开心跟你们一起，我们敬了不起的乡村，耶。